咱俩别打了哈。你晚上俺妈上哪里来？是不是真离婚？放心吧，桃子，你爸跟恁妈不会离婚的，他一会儿就回来了。桃子，你爸你妈要离婚了，你跟着谁？这桃子得跟着我。我说你啊，这孩子既然已经判给我了，我都不知道你还在坚持啥。坚持啥？那我是他爸嘞，孩子该我管，我放心。就你这样的，还能把孩子看成啥样？爸妈，那两个是不是不离婚和好嘞？肯定是嘞，桃子。桃子，收拾东西，跟妈走吧。桃子，啥意思妈？啥意思？你都看不出来吗？你爸你妈离婚了？这不是真的，你骗我，我不信。桃子，我也不瞒你了。法院的判决书下来了，叫你判给恁妈了，但是我还舍不得你，你还是跟着爸爸吧。哎，你咋说话嘞？咋给着你？这明明是判给我嘞。那判给你都是你的了不？桃子，你爸爸，你跟着谁？我想跟恁两个都跟一块儿。他给谁不给你？桃子，走，滚，桃子，你干嘛嘞？你哪里去？还是我嘞？给了我。那他从小吃的穿的用的不都是我买的吗？他是我事业坏人，从我身上掉下来肉，没有谁比我更疼他了。你否认没用，他必须得跟着我。跟着我，你这是你给我害了你的孩子了。你早干啥去了？叫他自己算。桃子，我可是你妈。桃子，我可是你爸。妈，我要跟着你走了，我又想爸，我还能不能见着他？桃子，如果你以后想你爸的话，你随时可以看他。好，爸，照顾好你自己。桃子。